Hello， 大家好，我是爸爸超人。那今天的话，七月二十八号，礼拜三。好，国战的话刚结束哦，那我也刚上线而已，好，刚刚右上角两人桃啊，是我妹帮我玩的。好，因为每个礼拜三晚上八点钟到九点钟哦，女儿要跳那个舞蹈课哦，视讯舞蹈课，然后老师要求说家长必须要在旁边陪伴哦，所以我就才没办法玩哦，只能够在最后一分钟的时候才上线做个简单的记录。OK，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这个城池的分布情况哦，今天都没有打到，好，蛮可惜的。好，地图看一下，来大概看一下，哇，魏国特别强大。那吴国的部分的话，城池比较少，我们先从吴国开始好了。来，今天的这个吴国的城池啊，来庐江的话是由狂淼的鹰所占领的，恭喜你们。那零陵的话是这个陈城的真三国四使者 ，OK， 好，两座城池哦，两座城池。好，那接下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蜀国的部分。来，平原的话是由英国队长的复仇者联盟所占领的，恭喜你们。那陈留的话是风舞十万的火凤凰不了，好，那徐州的话是月牙类的蓬莱仙山。那财神的话是这个法师的茂街三国，贵阳的话是这个 DNB 死神的 DNB， 那长沙的话是 Baby Shark 的 Blue Shark， 襄阳的话是金阳追的风师爷，大风说成江州的话是专业码头的圣域 ，OK， 好，那天蛇的话是家装某豪的圣殿，那安定的话是七豹的霸王这本书，凉州的话是红大人的金门 TNT，OK，、OK, 应该都念到，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魏国的部分，来北平的话是由孤独双龙的玄帝会所占领的，好，恭喜你们，那金阳的话是我们哦柠檬的 Team。好，那接下来的话是这个夜哈晋级的 team， 那再来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北海，北海的话是由风野的廉政公署啊所占领的恭喜。好，那旭山的话是准宇的神奈麻将，那接下来如南的话是这个冠耀精彩的有神快败，那寿春的话是巨龙独特的战无不胜，玩的话是误导训都的 Sekiro， 那接下来的话是这个江夏的话是花嘴的功不克，那会计的话是幸福人生的永发天下，玉章的话是黄飘转的顶级茶坊，武林的话是这个青龙。东林少主的上班族轻松玩了，真的好久没有出游了哈，希望可以快点解封，我就可以出游去武岭玩了。好，那今年的话是元滚滚的王者天下，真的恭喜你们。那上的话是云若的粉位，哦对，好，讲到这个，好，恭喜云若，我已经120级了哈，昨天那个贩卖哥有跟我讲120级的，待会看一下排行榜。那汉中的话是一生寻命的花之倾城，好，恭喜你们。那长安的话是书院无敌的黄图霸业 ，OK， 好的，应该都念到了，应该都念到了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排行榜啊。来等级榜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云若文化他已经120级了第一人。那第二名的话是肥波奶奶，他应该是今天生的，昨天的话是云若文最先，他一个人120，那今天的话看到肥波奶奶120级，然后红大云的话120级了，非常厉害啊。那派大星就是洛哥的话，不是洛哥，他现在是，对，他已经卖掉，现在是派大星，派大星的话119，差一级。那贩卖中的话应该也快120级的，这一些朋友啊真的是升得很快哦，你们看到就是这个等级啊，跟后面的有一段落差哦。那孟峰的话118好，应该很快119，然后就120了。OK， 好，恭喜你们就可以第一批体验这个新的120级的副本了。好的，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国战排行榜。国战榜在这边。来，功勋的话，第一名是这个论语露西亚，功勋2920，天哪，怎么恶心，怎么高？真的很夸张哎！今天是礼拜三的国战了，功勋竟然可以到快3000啊！哦，真的不简单哦，这应该是第一波的时候打的。那第二名的话是狂野啊，功勋2004。哦，也是很高啦，那第三名的话，翘秀1864，哦，只能够说第一名这个论语露西亚太扯了。好，那我们来看一下陶迪树的部分了。那陶迪树第一名的话是论语露西亚，好，465陶，再来是长颈鹿王子407，风爷406，加州大饭店246，唐胖子235，好，那接下来换专业码头202，凤池睡莲193，好，念错了。那再来是狂烟草人193，地野190，海绵宝宝。好，188，云若武179，长颈鹿到173，旅人这个166，皮老板161，专业霸道156，派大星156，长颈鹿龙九148，杨小鱼143，姚小狼135，我是来蹭的133，狂野130，最后金属125，社会败类123，虽然是122，铁者115，冠军机场112，在十万华不要到110，六大炮108，正头鱼丸子105，柳泽105，胡须章104，狂睡101，貔貅小弟100，红气功98，再是阿碰98，不氪金的猛将97，一剑飙血96，棒。北齐康中95，翘秀94，卓祖木小次郎92，长颈鹿公主91，小二哥91，专业施工83，暗淡79，自由天地一反79，单音76，专业豪姐76，九边腰子党75，李温75，肌肉风75，苏巴拉西75，朱小雪73，再来是真一点宫本武藏72，仙海照的72，改名字转转音70，都宝68，奥古斯都67，阿辉宅67，雷幻是66，莫忘初衷65，野小的红敏敏65，龙之神60，安乐宫60，痴呆呆57，阿平54，晨晨52，东南洛天51，狂战50。斧头帮帮主49，
腿开前就来是九公两岭是九一骑红尘四八麦爽麦艇四八安小戏四十六路九四十五飘老顺的歌四十三瑶光破军四十二再来是无心仗月四十二载中月四十二风神四十二魔方丈四十爱福命四十偷心海盗三十九舒幻三十八范户剑是三十七小平三十五黑鸭大龙卷三十四凤梨之二十九小乔一点二十六雄鹤二十六麦格软二十六南港老弟弟二十五因为锦花锦二十五。因为九花影花二十五桃，他今天可能玩的时间比较短哦。十月球是二十四，买了法克熊是二十二，卢影是七，九曜十一，陆小小十一，新面孔五，乱糟糟四。哇，今天的话要上排行榜好像，也是有难度啊。因为这个虽然说四桃，但是他功勋非常高啊，276哦，不知道怎么打的，怎么那么高啊？对，我知道有可能是因为功勋加倍的关系哦，所以今天国战的话，功勋的话都会比较高一些哈、哦，应该是的，应该是。来看一下猛将的部分，猛将第一名的话是瑞米露西亚，再来是狂人，再来是杨小恩。那豪杰的话，第一名是这个俏秀，再来是狂战，再来是小哥哥。那军事的话，第一名是这个长颈鹿公主，再来是龙之神，再来是杨小姨。那方式的话，第一名是这个凤之巨人，再来是长颈鹿王子，再来是风爷。好，复活榜的部分我们来看一下、哦，复活人数第一名是没有名字，115副，再来是阿里郎。好，凯霸的话72副，再来是果菜之55，眼眼是9，陈小阳是8，普莱斯是7，微笑服饰的是7，六大八45，矿泉水42，波卡列桃41。OK， 那我念到这边了，下面话就给他划过去哦。好、哦，现在这几天的话，各位朋友应该都在看奥运哦，包括我也是啊，我非常感动啊。我、哦、在想说，要不要报名一个比较冷门的项目，就是台湾没有选手在报名的项目。好、哦，然后在未来的这两三年、哦、就好好训练，然后成绩2004年的。那如果说幸运的话，得冠军就有2000万了、哦、就可以对啊，就可以退休了。想是这么想啊，不过也是要执行啊，也是要执行。好，第100名的话是排长啊。好、哦，那他复活人数22，这个是第一次看到 ID 哦。排长的话，我以前也当过。点开是国赛之后。我以前的话在成功岭当少尉排长，好，义务役的，义务役的考试进去的。OK， 给各位朋友看一下今天的战役情况。今天的话，好，两讨16堂，不过这个不是我玩的，是我妹帮我玩的。好，那今天的话蛮幸运的，拿到77金元宝。好，战役历程的话在这边，好，应该没有显示哦。今天的话7月28，好，因为我上来的时候太晚了哈，所以就没有打了哈，就没有参加到了，只有领奖励。好，非常感谢军团朋友啊，这么停啊，好，让我们可以暂停城池拿到金元宝。好了。好，那我要去顾小朋友了，因为小朋友刚跳舞啊，也是要打理一下他们，他们只是让我就是来记录一下而已，记录一下而已。OK， 先这样子，玩得愉快，拜拜。